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三轮环游中国的老二，他俩是跟着老二环游中国的元宝和六一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昨天晚上太冷了，今天不行，得去买个薄被子盖在上面，这个睡袋时间长了不暖和了，我感觉晚上过车，哇塞，弄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这个桥洞这么大，过车声音为啥也这么大嘞？还不如那个小桥洞睡着舒服嘞。还有18公里就到漯河了，到漯河买点物资，买个被子，继续出发，加油！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继续出发，加油！走了吧。这还有个买这多大机器？12501250，我这里新出的机器都省油，比原来的1250都省油。加了50块钱的油，现在是满的，朋友们，我们看能跑多远。这个下面这个是可以调的，然后上面这个调不了，我们把下面调成零，调成零开始计算。刚刚在超市买了几个青椒，几个西红柿，还买了一瓶洗洁精，还有一瓶水，花了19.4块。给六一买了一个碗，5块钱。哎，太紧了吧，估计是。停到这儿休息一会儿，让他俩上个厕所。
点钟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驻马店，这前面是个湖，然后这个是环湖公路，没有正式开通嘞，这儿有个口可以过车，我们三个就是从这里过来的。应该晚上还挺安静的，晚上就把帐篷搭到这里，或者是挨着车搭都行。前面有个塔，应该叫城楼，这个城楼里边好像是卖吃的，小吃街呀啥呀，听着还挺热闹嘞。等会儿我们就去买点吃的吧，就不做饭了，在市里边做饭影响不好，你们俩在这等着哈。安全起见，还是把车盖着吧，给原本他俩也盖着，我怕有人过来。要不然等会儿有人来了挺麻烦。看着还挺性的，这是啥字儿啊？我都不认识。东啥啥啥，这几个字是啥呀？啥字啊？老字我也不认识。我进去看里边，还敲锣嘞，我听着。